齐聚精神，传递开心能量。开心俱乐部在盛夏天堂杭州再度来袭。上周节目中，宋小宝、林允与众多喜剧新人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即兴喜剧大戏。脾气不好就对了啊！干啥呀？勇敢的抓住爱。本周实力派演员吴京、刘奕君携手加盟。喂，老婆，怎么会呢？哎，是这样。变法王，重点收获。他们将与喜剧新人们一同感受即兴喜剧的别样魅力。这都几点了，你吹起来了吗？吹！你别管了，老刘。阿姨叫我小刘就可以，阿姨，没有剧本的演技比拼。我真后悔上这开心俱乐部。老刘身体又不好。我身体好着呢。喜剧力量，强势聚首，实力对决即将上演。水饺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开心俱乐部每期邀请两组影视演员，通过与民间喜剧新人的试戏、飙戏和彼此之间的对手戏，完成即兴喜剧的挑战。吴京从功夫小子到武打明星，再到大片导演，他跨越了众多个不同的身份。但这次吴京携手卢靖姗参加开心俱乐部，却是首次尝试即兴喜剧，他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表演呢？ Black man， 检查身体一下。检查身体。好，欢迎，好久没见啊！战狼二的女一号卢靖姗，欢迎男主播，欢迎。我们现在来看吴京老师的试戏。哦，吴京先生你好，哎呦太帅了，请坐请坐。那个咱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啊，那个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战狼二》的拍摄心得吗？从去年的6月16号开始彩排，6月19号开机，从-40度拍到-40度，非洲东岸走了一圈，很多的电影人在坚持着，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太不容易了，来给点掌声。那个我看到现在也是在拍摄现场，然后大家也都很忙，那我就不耽误您过多的时间了，那我们期待你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什么说的呀？你好，作品。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问题的小采访。好，请坐。我怎么觉得有套儿？这是。Ready, action！ 哦，我来了来了。这 action 谁喊的？哇，好凶哦！兄弟们。时间紧，任务重啊！快点，快点！你干啥呢？啊？你干啥呢？你干啥呢？我，导演，我。他也不知道他干嘛的，懵了，彻底懵了。哦，对 ，action！ 我替那个服装大姐刚试衣服来的。你说你一个场工穿这么利索，把自己当演员了啊？不是导演，那个我来的时候不是参加演员测试，您不是没选上吗？试一下。行了行了，对不起，我马上干活，赶紧干活啊！哎，我说啊，现在咱们这个战狼啊，马上就要杀青，嗯。
活没干，你看兄弟们忙成什么样？哎，你这个道具准备完了吗？道具。啊，准备完了。来，真是你啊！是这个吗？是啊。是这个吗？一个小时之前说让你吹起来，你吹起来了吗？吹起来了。这都几点了，你吹起来了吗？那个牛不能吹，这吹不起。牛不能吹，这吹不起。吹！这游泳圈未免太大。我稍微快一点啊！十分钟之后我来拿这个啊！稍微快点啊！好，真吹呀！你们节目组太火，我怎么不挑这个呀？我这有俩，他自己拿了个大的，有俩。旁边这个是我们想要救你的，自己没救着哈，不关我们的事儿。干嘛呢？吹道具，要游泳啊！啊，咱们不是有场水戏吗？哥哥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化妆师得了。啊？以后剧务的活咱能不能不接了？哎，身份转变了。对，场工变成化妆师了。问你话呢。喂，哥我错了，化妆，讨厌，化妆。我跟你说，年轻人我都懂。打那么多份工干嘛呀？贪多嚼不烂，不知道吗？我觉得吴京真好，能屈能伸，真汉子。我跟你说啊，京，今天呢，导演让我演一个伪装者，伪装一个女人。说实话，这角色对我多有挑战呢。我觉得挑战不大。就喜欢你，赶紧化妆。快点，那个给我画画眉毛。导演说我这个眉毛啊有点淡，你给我画重点。我也想让吴京老师。你给我画重点。你先看一下他画出来是什么样子，你再考虑好不好？导演说您眉毛淡呢。对，快。这还淡呢？哎呀，你就快点画吧。哎，这个太专业了。像小指。哎，我跟你说啊，哎，你不能忘恩啊。不忘恩。哥把你带进这个组多不容易啊，什么连杰呀、阿龙啊，我都不喜欢他们。谢谢。快点画完了。快。这个画面我真的。哎，我怎么觉得这眉毛好像不像在这个位置呢？不是，你不要特别浓吗？对。镜头前好看。本色演出吗？这边。哎，好嘞。这是按照我的妆在画吗？下面也开始了，我的天。惨不忍睹了，已经。好看吗？我跟你说啊，不用看，来不及了，导演会叫你了。我必须得看，不必须看，必须看，必须看。姐，我说实话，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点不同的东西。但我还觉得挺好看的。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一定是姐呀你。不，一定是哥你。好会说，吴京好会说，好会演。我真的后悔上你开心俱乐部。接着要反转。吴京啊，你们这么玩我，你们。
哎呦。哥们儿，你怎么了？别动！不是，哎，我先问你句话啊。吴京，你来咱们组呢，是武行，然后你呢，现在常务的活你也干，化妆你也干，贪多嚼不烂，你知道吗？我是这样，那个，您，哥，您是，咱们老大是吧？监制，你不认识？不，何金，好，那我问你啊。刚才你教了他一个小套招，然后他过去拍了一条下来之后就成这样了。你教了他什么套招？来，你这样，你怎么教的他？你来一遍，我看看来。不是，来，我看看来。哥们，你做什么了？来，你教的我，你不知道，你能帅成这样啊？来一下，我看看来。这一段戏就到了吴京的。专业了，对。大哥，我这衣服是服装组的，我这个到时候别给人弄脏了。我你来没事，我套上垃圾袋行吗？来，哦，这儿。刘老师，你们拍戏的场面是每个人套一个黑袋子吗？哇，还是一个吊带儿啊！特简单，大哥，哎，大哥，一。啊，二啊，三，哇，怪不得人家拖垃圾袋，哇，你看看，刚才他是这么教的你吗？不是这么教的啊，教了我一个白鹤亮翅，接着一个猛虎出山，又一个海底捞月，最后一个霸王敬酒。霸王敬酒，霸王为什么？刚才那个你给我来一个四合一来，我烫死了。说，白鹤亮翅，猛虎出山，这话，海底捞月，海底捞，霸王敬酒，哥别难为我了，哥别难为我了。求你了，这个好，这个好，演完之后反而心里更加忐忑，符不符合开心俱乐部这几个字，所以心里还是蛮忐忑的，你知道吗？但是很过瘾。真哥。真哥，哎，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今天这么整你。相信。说实话。你又变帅了。你瘦的都快挡不住 WiFi 了。天哪！我们刚才觉得你进入状态的那一刹那，实在太快了。想当年。哪个你觉得最难？刚刚。化妆。完全和你反差特别大哈。不是，因为说实话，刚才我说的很多东西呢，刚刚好，你们正戳中我的腰眼上。从场工、放烟、轨道、摄影师，道具这些，导演、出品、发行、宣传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我就不会化妆，跨度太大。刚才演的时候，我生怕吴京老师上来咣一拳。不是，但是刚刚给你画的那个也像是当了一拳，可像一拳锤出来的感觉。他给我的信息吧。就是我特想给他一拳，但是我就给他一个效果吧。来，我们迎接下一位那个嘉宾。另一位大咖已经到场了，接下来我们 MC 团的助演团们上吧。啊！吓我一跳，我耳朵差点。各位，尽力而为，加油！他是伪装者里麻辣教官王天峰，一个特工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
从影界20年，他兢兢业业，演好每一个角色。他就是实力演员刘奕君。帮我们在这个黑板上打竖长的四个字写下来。好。Ready, action！ 干啥呢？懵了，直接上手了。啊。路过。怎么回事啊？啊？你身为一个保安，做事能不能有点效率啊？啊，能。不能。上班期间怎么不穿保安服呢？保安服那个在咱们保安室放着呢。上班以后穿衣服啊。啊，好，给你看个视频啊。来，你看，这是昨天有一个保安穿着咱们队的保安服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你看，这简直太恶劣了。你说他配不配穿我们这身保安服？不配。太不配了，是不是？对呀、啊，配不配？改了，改了。队长好。队长，队长，队长，又见着您了。队长好。看啥呢，在那儿？干啥呢？干啥？他要看那个视频。就是他给我看了一段昨天那个有一段抢夺的一个视频，在咱们这个管辖的区域里边。是不是一个保安在地下车库跟一个女的，是不是？我没看清。这个保安可不可气？讨不讨厌？想不想揍他？要说服教育为主吧。要说服教育为主吧。这个保安是我。我就说那么眼熟呢。这个女的是个小偷，我在抓她，难免会有一点肢体接触，知道吗？以后不能老随便就在后边说人家，是不是？你万一出现今天这种状况，你说我尴不尴尬？是的。大潘，大潘完全一模一样。大潘，我就说那么眼熟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只看一小段视频的话，你不能判断这个事情的全部全貌，对不对？没错。他刚才一直批评你呢。你还批评我了你？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批评队长了？他说你不配穿保安服。他配不配穿我们这身保安服？不配。太不配了，是不是？对呀、啊。队长，我其实我干这份工作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您是我的榜样，您是我的榜样。舒服。哇，也是捧杀哈，先架到一个高的位置上。好，看了这个之后慕名而来。哎呀，行行行，好，你这捧的虽然我很舒服，但是我还要不能。忘记我的工作，对对对，啊、你一定要。我今天来就是来找你的，啊，对，这个你前段时间不是要强烈建议要代表我们社区去参加这个下周二的全市保安系统的这个比武大赛吗？比武啊？对啊，对，对吧？对，好，那你这个防敌棍法练得怎么样了？特别好，特别好，啊，特别好是吧？啊，行行，来，我展示一下。来，就是你上次给我教的那个，是不是？你先比划一遍，然后完了我再来一遍。你强烈建议的，人家根本就没报名。来吧，打扮厉害。就一人一个够吗？两个也行。两个也行，来吧。来，捂着两下来。怎么的？开始啊，开始。你这两下子是花拳绣腿，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上班保安服也不穿，穿个西服好像还挺漂亮，还挺贵的，多少钱买的？啊！但是你这完全你参不了。比赛不了啊！你，哎呀，对不起，没事，啊，是不是？这样很不好，知道吧？那个，哎，普玉啊，哎，队长，你前日子让他背的那个保安职业道德规范，他背没背下来？队长，背得特别好，背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保安行为规范，当保安第一天就要
倒背如流，你知道吗？熟记于心，我就是这样的，熟记于心。嗯，来，你给我背一遍来。队长，你能不能那个？我给你个提示是吧？好，对，好的。嗯，我背的这么熟，我先看一下。来啊，第一句，爱岗敬业。嗯，爱岗敬业。第二句，嗯，竭诚奉献。第三句。维护社区治安，树立社区良好形象。好，背一遍吧。这么多。作为一个保安，第一，我要爱岗敬业。第二句，嗯，竭诚奉献。嗯，好。第三句，爱岗敬业。爱什么？第三句还是第一句？维护社区治安。不是不是，队长，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东西慢慢的熟记于心。好，我把这张纸呢给你。嗯，你一定要记住，你要把它。倒背如流，这样你就不能记住。还有一件事，嗯，这谁写的这字儿？啊啊，我写的，我他写的，对，我写的，我把它。这你写的？哎，对对对。啊，你写的？啊，不好意思。写的好啊，写的好啊，真的，写的太好了。这个收字我头回见这么写呀。写的这个笔锋啊。这个字体，哎呦我的天，太潇洒了，你知道吗？我还没发挥呢，我还没发挥呢。吹牛很棒啊！我跟你说，正好啊，嗯，马上要举办这个全市的保安系统书法大赛啊，我正愁咱们大队没有这样的人才呢。这交给我呀！没想到你还有这种人才华，太行了！你这样，你要写什么？你赶紧把后边几个字全给我补上，快快！好好好，再继续。那我真写了，来，谢谢谢谢。帅，哎呀，哎，这个真的写得很棒。哎呀，后来越写越好。哎呀，你看，好，哎呀，漂亮，这字体，哎呀，尤其后边这大勾子，对，逮谁都能勾一遍，我跟你说。哎呀，啊，你就看见后边这仨字啊，我真不相信第一个字是你写的。第一个字太捣乱了啊，要不然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但是现在已经整体是这样了。太好了啊，就冲这仨字儿。我的心情特别愉快。在这个之余呢，你再把那个守则给我背一下，快点！你再把那个守则给我背一下，快点！你别拿纸，你要背。哇，好棒！来，我们现在去迎接刘奕君老师，走。好，走嘞。从我们的开心俱乐部的通道走过去。刘老师好，你好，你好，刘老师，你好，司令呢？这，女主角，女主角。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这里是由三全儿童水饺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是的，欢迎大家。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试戏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今天我们是两组 PK， 是，这边就是战狼队，这边是伪装者。通过刚才的比试呢，我们现在一定有一个胜负了。开心俱乐部每期的即兴演员在试戏过程中，现场100名观众同步给出开心值，开心值较低的演员将率先进入飙戏环节。吴京老师这边是85分，刘奕君老师这边是90分，哎。恭喜我们的刘俊老师，不错。我们为了那个分数较低的一部分呢，还有一些奖励，是不是？还可以先挑剧本。吴俊老师啊，挑上面那个。那这份剧本就是给您了，好吧？这叫挑吗？这挑的，我帮你挑的，好吧？这份剧本是刘俊老师的，这是咱们的啊。对，咱们是一个战队的。对。我们为两位呢都准备了大巴。你们将在大巴上进行换装背台词，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上大巴。在接下来的飙戏环节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乘坐开心大巴前往飙戏现场，真正的即兴挑战这才刚刚开始。贾玲，谁给我设定的？有任何问题您可以自行解决。卢晋山老师是知道全部剧本的。哎呀！不行，就不行。如果知道了剧本，就不好玩。你干什么？
其实我真想知道剧本，这样更好玩。嗯。你看我的第一句对白，太多了做不完啊。第二句知道了老板，然后说啊对不起老婆加班呢，老板不让走，走了扣钱没了。然后演一个忠厚老实吴京，总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那、啊、刚好吗？就这事儿就算了。Ready, action！ 这终于下班了，我天！哎，走走，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真是太累了。老板，这个是咱们公司上个月的业绩，直线下滑呀！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晚上全部给我加班，谁要是提前走了，我扣他工资，扣他工资，赶紧干活。是。哎呦，得，为了未来的儿子，还有媳妇儿，这都不是事儿。喂，老婆，现在几点呢？你怎么还不来医院？哎，不是，老婆，这老板忽然间让加班。你想饿死我吧？我还没吃饭呢。怎么没吃饭呢？我让你现在就给我过来。不是，老婆，我这不是加班吗？你不加班，老婆不加班，老板扣工资，他们不是一分都不能少。不是，老婆。怀孕区的女人比生理区的女人的情绪还可怕。老婆，我来了。怎么才来呢？啊，老婆，吃饭。带过来的三鲜儿童水饺吗？啊，对。你帮我开。怎么了？里面是什么？是馒头，它这是饺子，这个是馒头。说好的馒头，大葱。这我吃的，我拉车上了，归拉抽的车上了。我吃，我说我吃。坐吧。哇！生啃大葱，漂亮啊！我马上去买，马上，我等了几个小时呢，我已经吃完了，你看。要不然孩子都饿坏了，是吧？你根本就不心疼我。怎么会？宝宝，不要怪妈妈，都是爸爸的错，营养不良都是他的错。不，没关系，他的小孩要无所谓。那绝对不会的，大葱。这真的挺惊喜的，媳妇你比以前又漂亮了，是不？谁打的电话给你？开免提。喂，吴京。哎，来，老板。你那个报表做怎么样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完成？今天晚上全部给我加班，谁要是提前走了，我扣他工资。能，一定能，我还正加班呢，明天。哎，你等会儿，你那儿怎么那么安静啊？你在不在公司？我在啊。哦，那你让老王接一下电话，我找他有点事儿。老王是谁？老王啊。啊。老王去厕所了。老王是咱们公司看门狗啊，这么给我喊我，在不在公司？狗。
狗也能吃厕，狗也去厕所了。他找棵树尿。其实不是，老板，我跟你讲，现在通话质量是不是更好了？老板，哎，老板，我媳妇儿，你跟我说不是在公司吗？啊，医院兼职来了。老婆就先躺着。哦，男人好心酸啊。对，一个老板，一个老婆。这个马上生了，然后说羊水不足，这回天过来看一眼。要不是我媳妇儿也在这医院，我都发现不了你啊。你怎么能骗我呢？我最恨别人骗我。嫂子也在医院，嫂子挺好的吧？嫂子挺好。嫂子搬 VIP。刚才吃啥了？味儿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老板？有啊。你热不热爱咱们公司？我贼热爱呀，啊！不热爱我能那么亲？你要加我公司吗？好，热爱咱们公司。是。把咱们公司口号背一遍。我太同情吴京了。背呀。太不容易了。勤俭节约，厚德载物，热爱工作，热爱老板，热爱老板娘，老板娘要住 VIP。 背得非常好啊，咱们对面公司的口号啊，背得真溜啊。啊，你真行啊。啊，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这是要跳槽咋的？不是啊，我跟你说，你太让我伤心了，吴京啊！工作完不成，什么？没，别说了，真的不是，别说了，真的不是，你真的吵什么吵啊？啊，这医院大半夜吵什么吵啊？啊，找揍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我员工不好意思，我哥们儿，跟你说话，哥们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哎，不，老板。看他长那样儿，这有事我扛着，您给我加急工资就行。有事我扛着，我练过武术，来我扛着，行吗？啊，哎，哥们儿，大哥，啊啊，大哥，啊啊，真的是你大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大哥，是走失的人吗？大哥，太好了，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我在我老板这儿工作呢。跟我大哥喊是不是？哎，你干啥呀？是不是？你干什么呀？大哥喊是不是？大哥喊是不是？别你干嘛动手啊？欺负我大哥不行！别！滚蛋！哎，哥们儿，大哥，不是，哥们儿，这个人啊，以后我见一次打他一次。别！你打完他我完了。大哥，我进去。哎，这好兄弟，哎，太想你了。哎，大哥，当年。你带着兄弟们叱咤风云，这片谁都认识你，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果你真当我大哥，那小点声说话行吗？好，大哥，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太想你了。当年想你，咱们帮派的帮服，我一直都穿着。龙的传人。大哥，帮扶没有，他们现在，大哥，不是你先等会儿，我没，大哥号小扒不下来，大哥你看，我一直把你的头像印在杆的位置，我明白大哥，我不吓唬嫂子，刚才情绪有点激动，大哥，不懂，我还有事我先走，大哥，啊，不打扰你们，我操，太想你了。你看，走了，没事了。你看，没事。他衣服怎么会有你的头上？这，我估计他们不定哪儿扒下来的。人都说我长得像吴京。就说呢，你这窝囊废，怎么会呢？这还有人叫你大哥呢。哎，对呀，对呀。哎。查房啊！哎，大夫您好，您好。哎，医生。哎，医生，今天感觉怎么样？医生挺好的。嗯，你干站着，快咨询我的情况。啊，是，家属是吧？啊，对。啊，放心啊，状态一切都挺好的。啥症状？咋了？大哥。社会背景太复杂了，大哥，
我呀。你谁呀、啊？你不认识我了？我小刘，刘小能，快手刘。对呀、啊，当年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还给你取过子弹呢。子弹，子弹。刘医生。不是媳妇，你先躺上。我是你大哥不？是。我这是你大哥。啊。拼了！不是大哥，我配合你大哥。大哥，我真是求你了，你配合我一下。大哥，你管我叫啥大哥呀？你是我大哥，我配合你。我走行不行？我大哥，我走行不行？行。这样，我给我大嫂赔礼个道歉。你不，真的，我必须要赔礼道歉，大嫂，他是我医生啊，你干嘛？大嫂，对不起。这样，我没什么送给你。不是你有露背心啊？这是我当年给大哥取的子弹，我送给你。大哥，啥也不说了。大嫂，子弹给你。不，这是凶器，这是这真子弹吗？这样，我还有两个房，查完马上回来给你叙旧。不是你，求你了，配合一下大哥，别再讲以前的事了，行吗？好，正常点行不？行啊，乖啊，大哥想你，多查几个房，快去。大嫂，快去，视察，快走，视察。我天哪！这个怂炮，我怎么会有人叫你大哥呢？我怂炮怎么有儿子呢？你对，你怂一个给我看看，让我踏实踏实。怂，兄弟们，叫大哥，大哥，叫嫂子，嫂子。大哥，来，没有，没事，你看，没事。我把兄弟们都给叫来了，大哥。停！我是不是大哥？大哥，我是不是你们大哥？你当然是我们大哥。当年你一晚上就来我们赚几千万的大哥。我求你别这么一晚上，行不行？行。什么一天赚几千万啊？没有一天几钱呢？别骗我，是不是有别的女人？没有，绝对没有。大哥，真没有。今天我们把大嫂也叫来了。大嫂，这出最狠。欢迎大嫂。金哥，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小南。喂，媳妇儿，果然是有别的女人。我是别的女人，你才是别的女人。你是别的女人，你是别的女人。金哥，你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你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你说谁呢？我怎么知道会看上你们这样的女人？什么？拜托你看看镜子，你看看镜子才对吧？哎，停！我们先捋一下。你现在有家庭了，我能理解。但是当时大家在一起风风雨雨的日子，你都忘记了吗？大哥，我们永远听你的。对的。队形。叫他们走吧。我是不是大哥？是。出去，大哥。我出去之前，我只说一句话，别，我一句话都别说，出去。好，还有你生不出来，你不能不让我生吧？我生不出来。你没有啊？他根本就没给我机会。那你怎么做的大嫂啊？大嫂，大哥。赵宝嫂子，我们等待你归山。大哥，对大哥，等你回来。告辞大哥，东山再起大哥。媳妇儿，你看真没事了吧？来，坐，哥，快躺下，快躺下。你看，没事。我跟你结婚多久呢？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有苦衷？口臭。苦衷。口臭。苦衷。哦，口臭是因为吃大葱了。口臭也是臭，还没有腐臭那么美。哎呀，其实，老婆，我以前确实过过一些不想被外人知道的苦日子，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妈妈。问题是，
这孩子也不是你的。要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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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爆了。老公，你再说一次。孩子不是你的。还是拿我开玩笑呢？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别再逗我了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跟你开玩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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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一下，先坐一下，刘医生。刘大夫，刘小能，给我过来。大哥，外面二十多个人说要等你啊。过来说，你刚才说不让我回来呀、啊。这孩子。查过血没有？没啊。你怎么做医生的呀？这不是有记录，你不你啊？啥型？给我捡起来。啥型？大哥，不是你孩子呀？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孩子呀？你不 A 吗？我记着，我给你做过手术，我知道啊。他是 B 吗？待着，拿的谁的病历啊？这他妈是谁的病历啊？这是谁的？张翰，我。啊！太棒了，太棒了！欢迎大家！太折腾人了，我。太折腾人了，来来来，太狠了，各种反转，我的天，关键是没完没了，你们剧情复不复杂？它不是复杂，我以为就出去一番就完了吗？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你这个医院就能不锁上门吗？是随便出入也没人管一下，一直来人。最可怕的就是大哥以前的女人来了之后，后头站了五个以前的兄弟。如果是您会怎么样？我觉得你演的是最佳的选择。嗨，真的。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有压力。哎，一俊老师，你刚刚看，你觉得哪一番对你来说也是难度挺大的？刚刚几个情节，我觉得难度最大的就是那个两个女人都站在你面前的时候，然后要把你以前的东西全部都抖出来，对，抖出来之后要给她解释，这个时候是最难的。这几个你对我们太凶了，我都害怕了。没有，你们挺出来，表现非常好。你害怕了？我有那么可怕吗？哎，一会儿我演的时候别那么不依不饶的。放心吧，来吧，我们用掌声欢送刘老师。请以演员的名义接受突如其来的一切，遇到突发事件不能使用暴力。还会有突发事件？使用暴力那条是给吴京老师的。哦。那我就放心了，他就要使用暴力了。嘉宾的人设是40岁左右的心理咨询师，与比自己小15岁的女友相爱，会是谁呢？我们所有15位演员都准备在这个剧里出现啊！好。这一次那个贾玲姐亲自上阵，你觉得她会扮演什么角色？肯定是我的岳母，最难搞定的一个人。为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友呢？她其实可以完全当我的女友，但是岳母是更有挑战性。刘老师，你要猜一下，待会儿我去演什么？你不知道啊？你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的现任的男朋友。小兔子，刘老师还有3分钟到达目的地。哎呀，我的心里紧张死了。刘老师，时间快到了，可以换衣服了。我要去换衣服了。Ready, action. 大爷，啊，你在我这儿都坐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到底想咨询什么呀？嗯，
小伙子，咱这是不是对客人的隐私是完全保密的？你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八遍了。我好像出轨了。我好像出轨了。出什么了？我吧，有老伴了。这不是岁数大了吗？然后没啥事儿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跟我一起跳舞那个老太太呀，我们俩把手一搭上，哎呦，我就感觉又回到我二来岁那阵儿的样。你说我是不是精神出轨啊？这不叫精神出轨，这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叫异性相吸。我的身边也有很多女孩子这样喜欢我呀。骗死我！重点收获，想了吧？你女朋友不管你？她没有发现，怎么管？哎，大爷，我原来像你一样，没有被人发现。哎，你这小伙子，你可有点……对不起，大爷。啊，对不起啊。我今天下午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去办。好，好。不送了啊。哎，好，好，费心了。好好好。哎，慢走。哎，再见，医生。喂。哎呀，亲爱的，我一直等你的电话呢。快点快点，你说你第一次见我妈你就迟到，本来她就嫌你比我大。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亲爱的，今天有一个顾客咨询，耽误点时间，我错了啊。那你一会儿别紧张。好，你放心吧，今天你要帮我，咱们一块儿搞定你妈。好，加油。来。哇，贾妈妈。妈，刘毅进来了。嗯，这都几点了呀，咋不半夜再来呢？阿姨好，您别生气，我给您带点东西，您看看，特意为您选的丝巾。听说您喜欢吃鸭子，给您带了一只鸭子。放下吧。还有这个水饺。先坐先坐。这来晚了都怪我，我在路上磨蹭了点，不怪他。你怎么回事？刚哪到哪儿啊，你就帮他说话啊。哎，小刘啊，早就听汪晴提起过你。嗯，但是说呀，岁数比汪晴大15岁啊，我就嫌你岁数大，我就嫌你岁数大。他虽然年龄比我大那么一丢丢，但是他对我特别好，特别体贴。胳膊撒，胳膊撒，到哪儿了？这种种。阿姨啊，其实我盼着今天来见您啊，盼了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嗯，我也一样。是吧？阿姨，我觉得您特别面善，真的。啊，您特别像一个人。真的，他跟您很像。像谁、啊？叫贾玲。这话让你说的，我能像她胖丫头吗？这话让你说的，我能像她胖丫头吗？自黑开始嫌弃自己。这是给您准备的烤鸭，说是您喜欢吃鸭子。你别说啊，等了你那么久，我都饿了，我先吃一口吧。这是一口一个呀。阿姨，是这样子的，就是油腻的东西吃了之后会高血脂、高血压，然后我觉得，你看，就是没事捏起来的话，能让自己的心态特别年轻，是另外一种意义。哦，希望您笑纳。那也不能吃塑料啊。当然不能吃，如果什么时候吃的话，哪天我请您到外面吃。妈回来了啊，妈，姐回来了。哎，你回来了，过来站着来。这位是？这是汪晴的弟弟，你姐的朋友。哎呦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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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你好叔叔。这是我男朋友。是是是，我是你姐姐的男朋友啊。哎，幸会幸会，哎，幸会幸会，哥刚刚锻炼回来。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去忙你的去吧，行行行，你们坐你们的啊，我就忙我的啊。好的好的，弟弟，走，拜拜。年龄有点大呢，啊，我看不出来啊。馅儿的这家伙，老刘啊，您叫我小刘就可以了。不是你这个孩子，你在那瞪什么呢你？
没事，你们聊你们的啊，我新买个跑步机，我放这儿，我想跑跑步。不，你们聊你们的，不打扰你们了。天天健身，爱打拳是吧？啊，好啊。哎呀，家里有几套房啊？我呀，家里。哎呀，你怎么那么烦人呢？那是一个人能搬得动的吗？啊，你这么的，你让你姐明天把那个前男友叫回来，你让你姐明天把那个前男友叫回来，帮你搬行不行？那我现在找他去。那行吧。啊啊。那怎么回事？哎，不，那这也不是一个人能搬得动的呀。老刘身体又不好，我身体好着呢，我身体好着呢，我身体好着呢，阿姨，真的。来，那就谢谢啊，姐夫。哎呀，这样我搬这个，你帮我搬下面这个就行。好，来吧。哎，来吧，哎，来吧。咱们就放那儿吧，哪儿？放那儿，门口那柜上。好，你带路。这放这儿。你放那，那不把我桌子脚给我磕坏了吗？是。放那边。往钢琴上放啊？那往哪放啊？那钢琴上放，那我还弹钢琴吗？你会弹钢琴吗？你就弹。那我不得学吗？这玩意儿。阿姨，你说你给我从小买。阿姨，你说你给我从小买。阿姨，别吵，千万别吵架。不要因为我，不要因为我你们吵架。漂亮！赶紧！没事吧，弟弟？没事吧？我不行了，我可能一个弹，我就能拎一个了，俩都拎不动了。你别搬错了啊！没多沉。我跟你说，老刘这身体不好，你别总让他搬着。不是妈，你啥意思？是不是家里来外人了，然后不给我面子？哎，以后过门了我咋整？给我面子了吗？千万别吵，不要吵架。这样吧，真的，有话好好说，知道吗？你别管了，老刘。我觉得我姐，阿姨教我小刘就可以了。小刘，你别管了，你就往这站好了。来，我们俩用自己和平的方式解决，行不行？行。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呀，你看还我告诉你，我着急。你赶紧的，老刘这身体都不行了。你这真是，你这一遍的，再来一遍，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玩了，算了，拉倒。石头剪刀布，拉倒吧。老刘，来，你给我搬回去吧。明天我找人过来搬。好的。这家我没法待了啊，我走。不待了。我临走前我必须要说一句话啊，你说，这姐夫我不满意，赶紧走吧你。哎，弟弟，回头咱们一块健身啊。我弟特别烦人是不是？不烦人，是你的弟弟嘛，对不对？坐下。看小刘多会说话啊，就这句话说的中听。哎，没有，就这句话说的中听。你们俩聊会儿天好不好？好的，我给你做饭啊。好的，谢谢阿姨。挺好。多做做美容啊，挺好。我去做饭啊，真好。你刚才表现挺好。是吗？是的。累死我了。我妈都夸你了。喊什么？啊，爸，你回来了。啊。这。现在外边这。现在外边这。这个是我男朋友刘义军，是我刘义军。这不是胸有成竹的捕鱼达人吗？你们俩认识啊？普遍撒网，重点收获，想了吧？来，请，我把菜给你妈送过去。哦，好，你们俩慢慢聊啊。哎呦呵，真是没想到啊！越说越近了。行啊，现在人都不在，给我好好讲一讲，什么是广泛撒网、重点捕鱼，怎么回事呢？现在讲不太好吧？没事，万一一会儿阿姨听见了。跳广场舞的事儿不就暴露了吗？威胁我？没有，哪敢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知道吧？叔叔，干我们这行啊，确实比较困难。你首先跟病人讲，就是谈病理的话，你得让对方相信你，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是工作需要。对。然后迫不得已，得偶然间撒点小谎。
吧，可以这么说。实在不好意思。你这一年下来还可不少丧、啊、没有，像您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呀、啊。来来来，美食出锅啦！哎呦，这么快啊！我来帮你吧。来，哎呦，小心别烫。那我去洗个手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呦呦，哎，把这东西拿下去，拿下去。来，你尝尝菜，尝尝菜再说吧。哎，好嘞。嗯，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来尝吧。西红柿，炒鸡蛋。好不好吃？你说说好不好吃？好不好吃？特别特别的好吃。想吐。没吐。你看，我跟你说，就我这个手艺啊，没有多少人会做，多少人想跟我学，我不教他。我去给你拿点水。对，多来点。再吃一口来，再吃一口来。不不不，阿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这样的。那这样喝口汤。这外边还有水煮鱼没拿过来呢。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啊，好吃是吧？您先来一个这个。我跟你说啊，你阿姨啊做菜啊，这个味儿啊是真挺到位。你刚才吃哪个？我吃西红柿炒鸡蛋。对对对对。再来个这个。哎，来吧，来，好，来我这个。你爱吃啊，我到时候把我的手艺都传给汪晴，到时候让他做给你吃。怎么样？太好了。是吗？啊，好极了，好吃。这汤，嗯。一看就特别好喝，你喝一口嘛。啊，不不不不，来我这可以了。不，你喝口汤压一压。那不，那就千万就那个小晴把水给我。啊，等会儿。随便点自来水都行，行啊。小刘，嗯，好吃吗？好吃。好吃啊。嗯，再来一口来。哎，可以了，可以了。啊，叔叔，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我可能会吃一辈子，很佩服心理医生，真的，真得是一年撒很多谎。哎，不不不，不不不，什么意思啊，你老头？什么意思啊，你老头？阿姨喜欢跳广场舞吗？阿姨喜欢跳广场舞吗？啊，我当然喜欢了。喜欢跳，但是我不跟别的男人跳，我不跟别的男人跳。哎，这故意的，故意的。叔叔也是一群啊。叔叔也是一群啊，好吃怎么不多吃呢？嗯，这不是跟阿姨聊天了吗？聊天呢，你是好老伴儿啊，你尝一口来。我尝什么呀？我还用尝吗？啊，就我这手艺。老伴儿，我不跟你闹了啊，今天菜做咸了。怎么就做咸了呀？啊，人家孩子说好吃，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就说这个西红柿咸吗？不咸，不咸。你看，你听人孩子说，人家说不咸。你理解我的，对吗？对吗？你要这么说呢，也没毛病。嗯，但是咱能不能说点实话？咱们哪天不是你要逼着人家孩子说什么呀？你到底啊？咱们哪天？你怎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花花了啊！你看我没有，我都穿成这个颜色了，你都不看我一眼。你说你回来，你看吧，你是一天到晚的，你出去跳那些广场舞，我都没说你什么啊？不是，哎，原来我早哎，不是怎么的？我一点没发火，好不好啊？你没发火，小伙子弟，不怎么，我伺候不了你了呗？我是不是伺候不了你了？哦，什么意思？哦，不愿意伺候了是吗？我就是不愿意伺候你了，怎么了？不是小玲，我很行，不是小玲，我很行。哎，别，哎，千万别，阿姨，千万别，你别动手，阿姨，千万别，你怎么打？小玲，快来！啊，阿姨，息怒，息怒，真的，为了对，几盘菜，要不然我一会儿再多吃几个。大炮再走。大炮再走，漂亮！您坐下，我慢慢讲。我跟你说啊，小刘啊，我心里这叫一个苦啊，你说我每天，我都60多岁的人了，看不出来，阿姨，看着看不出来，看着像多大？看着像40。睁眼跟那儿掰呀，你瞧。我特别喜欢咱们家这种气氛。你看着年轻，我又炒了个菜。哎呦呵，你看，来，这回尝尝我女儿的手艺，那是传的我的手艺啊。来，这个溜肉段，哎，爸，你们聊的怎么样？挺好，
刚才非常好，特别好。哎，是吗？对的。那你过来。啊，好。是特别喜欢吗，爸妈？是的。我跟你妈，我俩刚夸完。嗯。你可以呀，这一会儿功夫，他俩都喜欢你了。对啊。太厉害了。对啊，因为他们俩老吵嘴，然后我就给他们调停了一下。我一看就知道，他们一辈子就这么吵过来了，谁都离不开谁，知道吧？他们有他们自己解决矛盾的办法。那你跟我过来。啊？什么？爸妈。啊。他确实挺好的哈。挺好，我挺喜欢。那我想跟你们俩宣布个事儿，你说。我们俩想找一天把证领了。阿姨，叔叔，可以吧？我特别爱小晴，你们的女儿交给我，放心吧。小刘啊，嗯，阿姨确实有点舍不得。哎呀妈，挺好，我看这小伙子挺好啊。那你不用难受。妈舍不得你。哎呦，阿姨。哎。哎呀。哎，来，您喝点水吧。小刘。嗯。你喝过。啊、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我女儿。我理解阿姨。今天我到你们家来之后，虽然你跟叔叔吵吵闹闹，但你们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有坎坷，但是我们永远在一起，这个就是最值得珍惜的事情，对吗？说得特别好。好，说得好。来，今天真开心啊，咱们好好吃顿团圆饭，行，好不好？谁让来了来了来了，我来。这今天谁都不许剩，谁都不许剩。来来来，鸡蛋鸡蛋再来一口，来。哎，来来来，我尝口汤吧。汤喝一口，汤喝一口行。汤是属于辣的，输的。我跟你说，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这汤好喝极了。我来尝尝，我来尝尝。我还真没尝过这个汤，我来尝尝。好喝，尝尝，我尝，我尝。这是阿姨的手艺是吧？你个大骗子，你偷钱呢？我觉得还可以啊。太棒了！一个演员的戏，得到大家认可，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当然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对手演员也非常重要。贾玲老师、大葱老师，还有那个汪琴，就是他们都演得非常非常好。就其实戏是相互搭出来的，相互碰撞出来的。哎呀！棒！哇，赢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感觉你们感觉怎么样？特别好看，真的，非常棒。你怎么那么棒啊？来，掌声！因为我觉得，就是演员是互相成就的。其实你们都很棒。有一点让我最感动的是，你们两个人是在相互听对方的对白，对，而不是只是讲自己的对白。这一点非常的非常。对的，对的，对的。这一点现在演员很难得。脸都红了。啊，成了，是非常。好了好了，刚才我们那个战狼组和我们的伪装者组都已经比赛结束了。杨迪，你要不要宣布一下现在的开心值的比分？对啊，这个数值出来了。刚刚那个吴京哥那个环节开心值是92，两场总分的开心值是177，刘奕君老师的开心值是88，总分就是178。妈呀，相差一分、啊！一分啊！所以说。完了，因为一分之差，所以吴京哥将会得到即兴剧本一份，那雷军老师就是全剧情的剧本了，好吧？哇！出发吧！我身上有炸弹，啊，有炸弹，随时可以引爆了，有炸弹，
有炸弹！什么？救我！有炸弹！有炸弹！你救我！全体注意！全体注意！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别撤离！一定要救我！队长，太棒了！你想好你再捡，我就一直不想这么就死了，我你可好了，你一定要救我出去。闭嘴，你有把握吗？你先去救我，我你能不能闭嘴？你能不能不动？我不靠，我不要，你别听他们，别听，别听，别说话了，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小队，放松点儿，哥儿仨一起陪你死呢啊！不急不急啊，红色是我的幸运色啊，急啊！哈哈 ，OK， 太棒了！哦，是演习，哇！行了，快，非常成功！来吧，集合！这次演习啊，大家觉得各自表现怎么样？非常好。好，没错，我也觉得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但是这只是一次演习，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老鹰，明白吗？老鹰非常的凶狠。所以我希望大家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大家明白吗？明白。好，扫去，立正，包住，一三六，包住，一三六。莫名其妙。我，武警，什么情况啊？报数不会吗？会啊。好，重新来啊！报数，一百二八。报数，一百二八。报告，说，我隔壁的战友报错数了。我质疑他的智商能力。我请求，要么我离队，要么开除他。好，没关系啊，来，重新报，来，报数，一、二、三。好，刚才演习非常成功啊。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我希望大家打起200%的精神啊。接下来，我希望大家重复一下自己的职责，说一下。我负责抢攻，我负责掩护。你负责什么？我负责狙击。还有呢？拆弹。还有呢？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你的职责啊，你的职责就是解救人质和定盒饭，解救人质的同时，你要快点给我来一份三全儿童水饺。我再重申一下，这次任务的代号叫做潜行。由于老鹰对声音十分敏感，所以这次行动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一切交流用手语，一切按原计划行事。你们两个没开始呢。你们两个负责强攻和接应，我们两个负责掩护。我保护你，队长。一定是老鹰，老鹰，按原计划行事。你们两个去那边侦查一下。什么情况？这个手势都是你们三个一起制定的，什么情况？给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告诉你，这么迂回过去，我们都说包围过去吗？哇！天不刚有血喷出来，太逼真了，我的天！天风，天风，金眼，天风，什么情况？吴越，赶紧把天福带到医疗队，快点！是，注意隐蔽。别找了，别找了，人在这儿呢。王云峰，国军，别管他，看枪！闭嘴，小宝贝儿，我随时可以打死你。听着。你们俩把枪放下，否则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他。慢着，老杨，枪放了。老杨，放了。你把枪放下，你把枪放下。放下枪。一，冷静，冷静，冷静。二，来，开枪啊！一，开枪啊！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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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长，慢慢，慢慢，慢慢，大队长，慢慢，慢慢，慢慢，开枪！慢慢，慢慢，慢慢，放，放，把枪放到地上。她是你的女朋友对吗？啊，不是，不是，曾经是。你女朋友真香啊，嗯，难受吧？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我要报仇，我要今天让你尝一尝你自己的亲人在你面前死去的滋味，打死他，信吗？杀你哥人是我。对呀、啊。杀你哥人是我，往后像个爷们儿行吗？你像个爷们儿是吧？她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啊！我说了她不是。啊，她不是。我现在让你跪下！我现在让你跪下！跪下！真没看错你。这样的，按我的规矩来。你拿枪把你们队长打死了，打死之后一命还一命，我把你的女朋友还给你，好吗？再动三下试试。武警，开枪啊！开枪！如果你开枪的话，解救人质就失败了。你管我！武警，你命令你开枪打我！开枪！把枪口对着你的队长！把枪口对着你的队长！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就给你十秒钟。现在计时开始 9 8 7 6 5 4 3 2 1，在计时开始 9 8 7 6 5 4 3 2 1。武警，你保护人质，我去接队。没事，别过来，别过来，他在我身上绑了炸弹，很危险，时间不多了。你走吧，把我口袋的东西拿出来，左边口袋。我知道你一直不肯娶我，是因为你是一个战士，而
且嫁给你肯定会有危险。可是我不怕做你的家人。吴京，我可以娶你吗？我可以娶你吗？我就不娶。这可能是唯一你代表军人的戒指吧。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你走吧，你走吧，不想你死，不要管我了。我的愿望已经成真了，我已经什么遗憾都没有。坐下，坐下。你走吧。说实话，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该见哪一个。别再说那些没用的话，让我先走。既然在一起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好吗？好。那首歌吗？那名干杯，云飞向天，四大穿过。其实我挺想拍喜剧，但是大家一直都觉得我是硬汉吧，对吧？然后能打吗？酷吗？其实我非常的想尝试动作喜剧，也正马上要拍动作喜剧，正好在这里锻炼了一下，挺好的。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我想再来一次。没不过瘾啊！因为我第一次上综艺，而且遇到刘老师这样的高手，同时因为可能第一次了解节目吧，留下很多遗憾。真的，我相信刘老师也会有一些遗憾。刘老师今天不是有遗憾吗？有遗憾，唯一不遗憾的就是开心。对。对我们开心能量团陪你开心吃水饺，给你一周好心情。欢迎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蓝天下、中国蓝 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登录微博关注开心俱乐部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欢迎登录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浪新闻客户端 Zakar、 一点资讯、堆糖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这个是咱们全公司所有员工整个的业绩，上个月怎么回事？怎么下滑了呢？张博呢？这经理，张博，你干什么去了？我饿了，煮点饺子。你煮什么饺子？饺子煮绿了。这是好营养不掉队的三全儿童水饺，这是用菠菜汁和的面。菠菜汁和的面。
一样啊。这鲜肉，这挺好吃啊！哎，拜拜。别说了啊，吃完好吃的水饺，好好干工作啊！是是，真的，我穿我又回好了，又饿了，我都。做了十几年的喜剧演员，尝试过很多种形式，这一次是最大胆的。一生 action 留给你的只有演技的比拼，这是一场即兴的喜剧挑战。浙江卫视每周六晚8:30，爆笑来袭。